第36题，右侧四格关系图中，总共有哪些表示车子所受的合力为零？牛顿地运动定律，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时，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坐，等速率直线运动。根据我们所学的，甲车的 ST 图是一条斜直线，表示它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。乙车的 ST 图是一条平平的水平直线，表示呢它的运动状态呢是静止的，而丙车呢是一条 VT 图的斜直线，表示呢它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。丁车呢是一条平平的水平的 VT 图的线，表示呢它做的就是一个等速度运动。所以呢我们的丁车、我们的甲车做的是等速度运动，而我们的乙车是静止的，所以呢他们都符合牛顿地运动定律所说的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坐，等速率直线运动，也就是等速度运动。所以甲乙丁车表示它所受的合力为零。第36题问我们说，总共有哪些表示车子所受的合力为零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乙丁。